有点困难。对，这就真的有点困难。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鬼啊。他写说，为了念起来很像台语，所以有些字我用中文表示，希望公主玩得开心，害我怎么查都查不到。哇乃西心金摩后哇多诶美达哇那美达哇多修美波修哦美少美达，为什么会念的达？我乃是心情不好，我都会不爽，我哪不爽，我都想的不爽。不行，那个我帮你们叫救护车好不好？喂，119吗？那个我这里有大概202个人中风，我希望你们大概可以派个大概，我不知道201台救护车，这个是可以的吗？中风原因就是我也不知道他们哪根筋不对，就是硬要我念台语。对，我念了什么台语？哦，我就是念我乃是心情不好，我倒的没送，我乃没送，我倒修的不送。喂喂喂，那个你还在吗？完蛋了，接线员疯掉了，怎么办？没有人可以救你们了。